为了迎接东京奥运 ，TVB 举办明星运动会，全台艺员参与不同项目。呢日就进行拳击赛事的初赛，曾志伟都有到场观战和打气。男子组分为60、70同埋78公斤级赛事，女子组就只有58公斤级的决赛和表演赛。78公斤级的赛事初赛分别是潘子峰对战周少廷，以及吴云抱对战罗孝勇，最终由 Brian 同 Sheldon 胜出，成功晋级。面對粗到非常大隻的 Brian，Sheldon 梗係唔會輕敵啦。Brian 咧係好似坦克車咁樣咧，兩個炸彈咁樣發過嚟嘅，所以咧大家都好驚俾佢 knock out 嘅。頭先咧，阿吳雲抱咧出咗個殺手鐧嘅，打打下咧，我聽到佢個 BB 喊緊，我即刻係停咗，我都聽到，係啊，真係啊，佢係 distraction。所以你冇噶嘛，係嘛？唔好講呢啲嘢，佢 distraction 嚟噶嘛，係點樣應對啊 ，Sheldon？ 咁啊，當然對 Sheldon 就係因為我覺得佢即係平心言論講真啦 ，Sheldon 係真係技術好好、好全面、好 all round 嘅，我係唔會怕嘅，因為面對拳頭。我係勇往直前嘅，所以我到而家到呢一刻我都係咁嘅心態， okay。 所以即係佢技術好好，咁佢都好尊重我，佢認真打我，咁我哋講好啦，將所有嘢留喺台度咪，台上面即係完咗之後就 no hard feeling， 咁我哋落到台都係尊重對手，我哋認真咁打。謝東敏因為練拳不慎導致右手韌帶撕裂，所以遺憾未能參加70公斤級嘅賽事。雖然得翻容天佑一個對手，但係吳業坤絕對唔會睇小天佑嘅實力啊！佢打開泰拳啊！所以我都知道佢即係有比賽經驗啦，先咁第二就打過一次啊，係咯係咯，佢打得幾好啊，佢都係佢打。佢啲速度啊，同埋體能啊，應該會即係比我哋高勝一籌。咁所以就盡量用呢兩個禮拜嘅時間去彌補翻嗰個差距。我想報仇噶嘛，原本想同阿坤哥打噶嘛，都冇仇報咩啫。咁啊係，算啦，打唔到。係，你而家傷勢係點啊？我嗰仗好重。仲係腫咗呢邊。係啊，我過兩日應該要再入醫院再 check 睇下證實啦，即係究竟邊個位置有事。係啦，因為啲朋友話，如果裏邊呢個位置就可能會麻煩少少，咁我都穩陣啲 check 啦，咁樣咯，係咯。咁但係冇辦法，我都好想參加，但係參加唔到，希望將來我自己會再參加。而海俊傑咧就參與60公斤級嘅決賽，最近默默練拳嘅佢咧都好滿意自己擂台上面嘅表現啦。我其實滿意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能夠可以完成到三個 round 嘅賽事咧，對我自己係一個好已經好大挑戰。因為我而家呢個歲數咧，因為我唔係話我自己老啊，絕對唔係老。我哋個拳證咧都係話數字嚟嘅啫 ，it's just a number，just a number。咁挑戰自己是真係最緊要的，在呢少於三個禮拜的積極備戰令到自己的身體都好了，因為早排我自己驗咗啲血脂唔係咁好，係而家咁啊，嗰排都好咗㗎啦。我喺飲食方面，但係再接受呢個嘅訓練之後更加自己係 strong 咗、強咗，氣量咧係比以前係好咗。同海仔對戰嘅鄭俊宏，16日減咗18磅，咁辛苦，原來係為咗跳出 comfort zone 啊！心情一定緊張㗎啦，因為未試過上擂台呢個感覺啦，咁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參加呢個比賽就係想攞呢個感覺，攞呢個經驗。對於海哥呢一個對手，你知點？哇，勁啊，海哥！真係好佩服海哥，因為佢都40有9，下年50歲，咁可以同佢喺同佢打呢一場賽，佢個鬥心好強，同埋佢嘅速度亦都好快，同埋好佢啲拳都好重嘅，所以能夠可以同佢。同佢打呢一場係我榮幸。何雁詩日前喺社交平台鋪咗一張阿 Fred 為咗脱水浸熱水浴嘅相，並撰文表示心痛到想喊，因為太擔心老公嘅身體狀況，所以呢日咧佢都做埋跟得夫人，全力支持阿 Fred 啦。其實尋日真係緊張啲嘅，因為尋日咧佢落榜落得太勁啦，同埋收水收得好犀利，所以成個人我係好擔心佢突然間暈低啊。佢尋日個狀態真係好唔健康，同埋即係兩日冇飲過水咧，個人係可以乾得好緊要。咁尋晚我就翻去係咁灌佢水啦，係咁塞佢食嘢啦。咁今日已經見佢比起尋日容光煥發咗好多，所以係啦，呢方面就開心啲，安心啲咯。女子组的决赛赛事就由李君贤对战关嘉敏，拥有武术底子的君贤最近忙拍剧，少了时间练拳。不过佢就觉得参加运动赛事最重要都是感受到那份体育精神。最感动是那个运动的精神，要捱到下去，要完成到整个比赛是真的很难很辛苦。有这些比赛啊，有这些训练可以令到自己的反应啊。諗嘢嗰個思維更加好，即係更加專注咯。
所以如果有的話，我希望我可以，即如果即可以安排到啲時間更加好，即唔使開工，唔使捱夜，可以專注去練習去課一個比賽，我覺得我願意嘅。卡文最近除了練拳之外，同時亦都要為街舞真人 show 聖舞者練舞。佢咧都好開心，今次成功突破自己啊！因為我依家面對住兩個，即係同時間進行緊兩個比賽啦，聖舞者啦，同埋呢個拳擊比賽，咁所以我一定係好大壓力啦，同埋又唔夠瞓啦，又要減磅啦，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表現已經係好好啦，我可以發揮到我之前喺即係喺呢兩個禮拜 training 入邊學到嘅所有嘢咯。所以都係好滿意嘅。滿意滿意。後日就係跳舞比賽咯，所以其實我琴日個個可能個個拳手都要翻屋企休息嘅時候，我仲排緊舞。同埋係咪過完磅之後 ，suppose 人可以食多啲嘢嘅時候，你又要？冇錯，我都可以食多少少嘅，咁即係正常份量咯，但係都係要去排舞排到凌晨嘅時間。見到多位藝人為拳賽搏到盡，志偉哥都非常感動。而作為領隊的崔建邦，感受當然更加深啦。好感動咧，就係啲同事對運動嘅認真啦，對每件事即係嗰種唔放棄啦，完全係十足十體育精神啊，冇得頂，冇得頂。第二樣嘢就係咧，因為其實呢啲嘢咧好容易咧打出火嘅，但係咧大家同事嗰種友誼咧，競技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咧依樣嘢亦都係好難得。我領隊啫，即係我其實同佢哋一齊去練習，同佢一齊去成長。咁見到每個人都唔同嘅故事，每個人都唔同嘅原因上擂台，見到最後全部都實現曬，我都好開心。等謝哥話啦，如果再開我咪諗下，可能我都打啦。我唔係，我想講，我都想打嘅，係真。我因為好多可能你兩個都係驚輸啊。如果你兩個決定打，我一個打你兩個。我咪先打電話俾你兩個。拳擊項目由鐘志光、陳庭欣擔任主持，黃庭峰擔任直擊報導員。有打開 boxing 嘅 Toby 本身都有打算玩埋一份噶，但係最終都係決定幫大家打下氣就算啦。我都有幫手俾啲業餘嘅意見啦，即係我個身份咧就係因為我自己都有打過 boxing 嘅，即係自己都有玩嘅，咁所以有啲位可能我見佢做啲動作好靚咧，我都話哇好靚啊做得咁啊，但係其實原來咧要喺比賽裏邊咧，仲要做一個好靚嘅動作係好難。我見到 Toby 一陣，哎加油啊咁樣。你咪睇錯啊！嗰個唔係我嚟啊！肯定你，你仲有另一個角色嘅，所以已經冇嚟。你加油下，佢唔識講加油，佢唔識講啊！打拳嘅時候就即係睇下佢哋，譬如可能有陣時有啲人可能俾人 KO 咗啊，或者係佢可能突然間好攰啊、暈暈地嘅時候，我都會即刻要走過去問下佢哋：喂，你點啊？冇嘢啊嘛 ？OK 嘛？即係佢唔舒服嗰陣，喺送上一個位問之前，首先影咗佢先。係啦，要 close 佢嘅。等陣先，繼續痛咗先，痛咗先。係啦，有啲掙扎，而家有啲掙扎咁樣。幾鬼專業啊！係啦，咁啊，係咯，即係主要就係喺呢一個咁認真嘅情況底下，緩和下嘅氣氛咁樣。